一次车祸让他从一个健全人成为失去一只眼睛的残疾人。谁知道那点脚他会滑？祸不单行，妻子曾经受伤的眼睛再次感染，面临双目失明。可得要死，真的想自杀。意外接踵而来，丈夫究竟能否为妻子寻回光明？只要我有的，我都给你。敬请收看本期夜线，你是我的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我是张悦。如果我问您，在你身上所有的器官中，你最珍惜什么，或者说你最怕失去什么，您会怎么回答？如果是我，我一定回答眼睛，因为无法想象双目失明坠入黑暗的滋味。我见过很多危难来临不离不弃的相爱的夫妻，他们愿意为对方牺牲自己，他们可以为对方献出一部分肝，为对方献出一个肾脏，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愿意挖出自己的眼睛给别人，而且是自己唯一的眼睛。这像是电影里的情节，但是它真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丈夫愿意为自己妻子做的事情。一起来看。还愿梳理来龙去脉。2013年1月15日，司机唐小云像往常一样开着老板的大货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那个车在我手里面已经开了好几个月了，天天都这样跑，天天都是这样操作，天天都是这样停下来检查。就是这个每天都要操作的动作，改变了唐小云的命运，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谁知道那点脚他会滑？还有你那个车停下来，你不是有时候要下去检查吧？检查来的脚踩滑了，他从车上就摔下来，一下子摔下来，刚好了。人这个倒霉的时候，别人说那句话说他喝水他都塞牙，你人倒霉走被子的时候，你说什么地方不摔的？刚好摔的眼珠子。这气人！你说摔上面脸眉毛也好啊，没有眉毛也好，或者下面脸鼻子也好，或者边上也好，他刚好摔在眼珠子上。当时我恨得要死，我快要服了。哦，他说，打得很厉害，那个鼻子、眼睛、嘴巴都在血。经过医生的诊断，唐小云的左眼球严重受损，已经没有救治的可能了。唐小云左眼失明了，那时候他的心情糟透了。当时是不是倒霉了？几十年谁能算得清楚？我要是知道那天能摔得严重说，我肯定出都不会出去，是不是？以后怎么办啊？我说这个本来他就是开这个车哈，以后生活都成问题啊。我说他男的嘛，就是哈，本来就是主要的哦。本来他是说把一份身家再去才开那个拖车的，后来就这样就没有办法了。我现在那个时候只有说听天由命了，你怎么办呢？你现在意味着什么？车你现在肯定也不能开。当了20几年货车司机的唐小云显然不能再开车养家糊口了，妻子为了照顾他也辞去了打零工的工作，夫妻俩准备拿车祸赔偿的4万块钱做点小生意。这个独眼的那个眼瞎了又只有我一个，对不对？做一点小生意吧，万一不行就做一点小生意，也不一定要非要搞驾驶的。万一两只眼失明不能开，你还得或者手段也是吧，你也要想养活自己，你还得做点其他的。夫妻二人开始在街上寻找店面，准备迎接新的生活。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更大的灾难正向他们迎面而来。妻子黄长平曾经接受过移植手术的右眼出现了感染，而且还越来越严重。疼的啊，疼的，这个脑这个神经啊，扯接在后面，痛的那个头啊，说话都不分不清楚，好像觉得痛的要死，就是
马上搞什么东西都没有记忆了，比如说我点的药点马上吃的药我搞忘了，我不知道吃的什么了，什么时候吃药没吃药我都搞忘了，就是这样。那眼角膜串了宽孔形成溃疡了，就那样子。溃疡谁都知道吧，口腔溃疡就是腐烂的那种原因，那已经修补，开始还以为可以支片，就补衣服一样补一块的前面挡住就可以了，看后来不能补不起了，没办法，必须换角膜，要么就挖掉眼窦，要么就换角膜。唐小云明白，等待眼角膜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而且医生告诉他，如果妻子的右眼不赶紧医治的话，左眼也会被感染的，很快就会双目失明。看着妻子遭受病痛的折磨，思考再三之后，唐小云突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给他说过，只要我有的，啊，哪怕这个你要这个换这个什么肾啊，或者什么的，我都给你。但是现在，你看都是好的，你眼睛不好，我都把眼睛给你吧。唐小云说，他把自己正常的右眼捐献给妻子有病的右眼。虽然他看不见了，妻子的两个眼睛却都能看得见。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唐小云注定会成为一个盲人，成为需要别人照顾的残疾人，他的后半生将会在一片黑暗中度过。你爱一个人，你要知道他的感受，他痛苦你是痛苦，他快乐你是快乐。爱一个人并不是说你要把你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哦，你看着他痛苦你还幸灾乐祸啊，不能这样子，这样就不准，就不是做人了，是不是啊？反正我就是要让他最好今天就不要痛苦，一辈子都快乐。唐小云和黄长平其实并不是原配夫妻，他们在四年前才组成了这个新的家庭。在这四年里，唐小云和妻子有着怎样深厚的感情，才能让他做出如此的决定？他的决定能顺利实现吗？妻子甘愿失明，还是会接受唐小云的这份心意呢？围观，聚拢七嘴八舌。太羡慕这女的了，能嫁给这么一男的，多大的福分呢？你说为什么就没有人对我这么好呢？想来想去，可能就是由于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这么好过吧。谁说这原配夫妻就不能有真爱呢？你看看人家这个再婚了，然后这个比原配的那还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呢，让很多原配都羡慕死去吧。所以啊，这缘分这事儿啊，真的说不准，甭管是原配的还是再婚的，哎，都有可能找到真爱。这对儿啊是特别好的一对贵州夫妻，我刚在新闻上看见了一对特奇葩的贵州夫妻。这两口子呀跑到福建去打工，有一天呢，老公不在家，老婆自己在家呀，家里就进了歹徒了。这个歹徒呢，脸上蒙着一个非常吓人的仿人皮面具啊，面目狰狞，拿着刀杵着这女的，说你敢叫，我现在就捅死你。这女的不敢出声啊，然后这男的拿绳子把女的捆起来了，就把女的给强奸了，然后就跑了。你看多严重一犯罪啊！后来警察就找啊抓呀，破案，最后逮着了。您猜强奸他这歹徒是谁？是这女的的丈夫。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说他发现他老婆呀没事老跟别人玩微信，他就觉得这玩意儿叫认识个乱七八糟的网友，那网友万一是色狼欺负了你怎么办呀？所以我先化妆成网络色狼，我先给你一教育，哎，反正没关系嘛，都是两口子自己家的事儿。这女的呢一看，哦，强奸犯是自己的丈夫，也跟警察说，哎呀，没事了，不追究了，就这么着吧。那哪行啊，这不是过家家，人家说了，您戴着面具化妆成别人，在女的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跟她发生性关系，而且她还反抗了，而且你还非得干了，这就叫强奸，甭管你们是不是两口子，现在把这丈夫抓起来了，您看这篓子捅的。真有够奇葩的夫妻，不过还好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呢都是很模范的夫妻。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发生在河北石家庄，一个长途这个运输的司机啊，这个男孩呢就受伤了，然后呢这个妻子呢不离不弃照顾了他四年，当时这个受伤之后呢就
从这个重症监护室推出来之后，直接就成植物人了。当时大夫呢都说这个真是没有回天之力了。可是妻子呢不离不弃的照顾他，而且最感动的是妻子还把这个他的爸爸妈妈，也就是岳父岳母都拉来一起照顾他这个有病的这个丈夫。而且岳父岳母呢也是毫无怨言，每天跟这个妻子打替班来照顾他的这个女婿。他们有一句话让人特别感动，说你看他现在又不能说话又不能动，干什么的都要人服侍，喂他水喂他饭帮他穿衣服，那不就像一个小宝宝一样吗？所以我们感觉不像是多了一个病人，而是家里边呢多了一个新生的宝宝一样。你说这个男孩这个躺在病床上，但是多大的造化能够摊上这样一家天使一样的亲人呢？所以说这夫妻俩过日子吧，真的你别整那歪的斜的，也甭说什么这个试验一下那个考验一下那个，就踏踏实实平平淡淡的。然后真到遇到什么大事大灾大难的时候，千万别应了那句话，大难临头各自飞，夫妻啊就是同心协力，就得是一个伴儿。关于这事儿啊，七嘴八舌的议论还多着呢。唐小云是贵州省瓮安县人，今年41岁。20多年前还在当货车司机的唐小云，曾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结婚没多久，发现那人脾气不怎么样。我们一个月就结婚了，认识一个月就结婚了。那个年代来说，现在来说也算闪婚了吧？那感受不到那种，回来有什么热菜热饭啦或者什么的，我们根本没那感觉。反正回来你的事情就是。做家务、洗碗、带孩子，反正就是你的。反正每次回来就这个样子，每次你知道跑那个长途车跑广州回来，你不是上去几天回来几天，人都累死的要死了。那个时候路又不好跑，回来的时候你想休息没有，休息不了，必须得跟他做家务。这样的日子过了5年之后，前妻带着唯一的儿子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信。黄长平同样也经历了不幸。28岁的时候，她的右眼突然失明，虽然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丈夫却还是提出了离婚，而且把精神有问题的女儿留给了黄长平。2010年，经朋友介绍，两个苦命的人走到了一起。看那人，他一眼那个感觉就是不是那种，哎呀，福寿的那种女人，就是那种，我就第一眼感觉很好。他这个人真的很细心，德国人很细心的。我觉得他是最后各方面联系，也是哪里有危险，他就说你下去吧，我开过圈你再上来。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心还是很好。嗯，还有时候我睡不着觉啊，他老是帮我敲头啊，给我按摩啊，叫我等我睡着了他再睡，就是这样。当时唐小云开始跑运输，妻子打点零工，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是两口子的感情很稳定，那是他们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亲戚朋友也为两个人的新生活感到高兴。看见他们呢过得挺好，就是说在生活上啊，大家互相来照顾，从来没有听说吵架呀、打架呀这样的事情就没有发生了。他们去什么地方都是在一起，互相照顾了嘛，好像互相关心哈，就是。反正我觉得我自己的我都觉得有点羡慕他们了嘛。我家这个侄儿了，在很长时间都是跑车，以前呢就是好像没得着落的样子，所以生活不好。那么我家这个侄儿呢，得到这个小黄的对他的关心爱护是福气，我想他的运气来了以后就会好了。可是天不遂人愿，这好运气在唐小云家停留的时间也太短了。仅仅过了4年，在2013年初的时候，一场车祸事故让唐小云的左眼遭受了猛烈的撞击，眼睛失明了。他被迫离开了养家糊口赖以生存的货车司机的岗位，心里凉了半截了，你说是怎么办呢？以后不能干活了，这是最简单的一点，最起码的一点，你用什么来养活他？车祸以后，经济来源肯定没有了。唐小云说，在那段受伤的日子里，他和家人每天都在担心、害怕、忐忑不安，就怕老婆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会像前妻一样突然不辞而别。
出了这个车祸之后，我的压力都挺大的，我老婆也知道，我有时候心情也很不好，有时候心情爱脾气，有时候也很浮躁。他这个受伤了以后，要是真的瞎了，要是小黄再抛弃他，那不是就完了。善良的黄长平不仅没有抛弃他，还一直安慰鼓励丈夫。没关系，慢慢来。我说你好了，我去要饭，我要 QQ， 我去帮人，我要找给你吃吧。我说我只要我能动，我说你不要胖，我说你不要心焦那么多，你心情放好，把眼睛养好再说。我说眼睛好就行。早上就去那个开水房，打着开水来给我洗脸，泡泡脚啊，那么的晚上给我泡泡脚，擦擦背啊，因为我眼睛痛嘛。中午啊，去给我打饭呐、啊，什么的，都他也是事情。因为我跟他结婚几年以来啊，说老实话，从来没让他做过这些，都是我在做。因为我知道眼睛不好啊，都是我在做，不让他做，就是他做到了。所以有时候心里还挺感动的，说真的挺感动。我说我真的感谢老天还是有眼，我老婆真不错。在黄长平的精心照顾之下，唐小云的身体和心情都有了很大的好转，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夫妻俩都以为这一切将会慢慢好起来，可是灾难好像总是和他们过不去。就在唐小云左眼失明的几个月之后，妻子黄长平曾经接受过移植手术的右眼也出现了异常。痛的时候，那个有灰尘的地方我不能去，污染的地方我不能去，那个有油烟的地方有油烟啊，也不能炒菜，也不能煮饭。这里路边那个工程车、运输车跑来跑去，故意的，那个是可能也感染一点点，也有一点影响。当时想到可没这么严重嘛，就点药水就可以了，管了。我问他的时候，哎没事，点一下就好，点一下。哎呀，后来发觉不对头了。就是晚上都睡不着了，晚上一点多半或者两点就起来了，痛得不行了，点也点不住了，真的想自杀，真的那分钟真的很难受很难受。他眼睛疼的时间，看到他很可怜了嘛，很可怜，就是说又哭又叫，哎呀，都是反正看那样子，实在是我们觉得都难受，很遭你。丈夫唐小云承担起了照顾这个家庭的责任。他不仅小心翼翼地保护妻子，还带着黄长平在各大医院四处求医问药。可遗憾的是，钱没少花，妻子的眼睛却依然不见好转，而且更加严重，右眼几乎看不见了。唐小云心里很不是滋味。思考再三之后，左眼失明的唐小云突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那个眼睛呢，当时那个情况你不了解，那个翻曲知道吧，烂了，那个坏掉了的那种，里面已经成那种那个浆糊的那种样子了，看起来你都怕呀，还不要说看起来你都怕，你不要说自己想象，如果在我的眼睛里面，我那个痛苦的痛的样子什么样子，想都想得到，什么药水都不管用，吃什么药都没用，而且就这样痛，反复的痛，你说这个人不痛风啊才怪呀、啊！所以我想想，时间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时间，给他把角膜换上去。唐小云想的这个最短和最快的时间，就是把自己仅剩的另一只好眼睛的眼角膜捐献给妻子，哪怕自己的后半生将不会再有任何的光明和色彩。当时我闭着眼睛，我在想一片黑暗，是这样想的。但是我的黑暗。他的光明嘛，你这样想，看不见他不要紧，对呀、啊，我要心里面有，你如果就是有一双好的眼睛，你心里没他，看着也是白看，也许呢，那个如果心眼再不好一点的话，也许会越看越烦，那么你心里有他，就是一片黑暗，也是美好的吧，对不对？这个盲人他看不见那白云，是不是啊？蓝天或者花朵，那么他在心里面有一种这种，反而有一种想要有一种期待的那种感觉。听到了丈夫这个想法，黄长平想都没想，他就拒绝了。我不同意，我哭了，我不同意。我说我坚决不同意。我说你那个一对一好了，何必了？我说要我不如我外好一点。当时我觉得我总是觉得很心痛，
我心疼，我怕他，我觉得他本身就受了那么多打击，那么多次这个不幸，我觉得还要把那个眼睛挖给我，不觉得太残忍了。我这样想，我情愿我失眠，我不愿像，因为不愿他这样承受那么大的痛苦。我老婆能够不痛苦，所以不要痛苦，千万别痛苦，别流泪，心里好，我是最大的心愿。为了今生这个最大的心愿，唐小云也不管妻子同不同意，他带着黄长平坐了20多小时的汽车，慕名找到深圳眼科医院的姚晓明博士。经过检查，姚博士给了夫妻俩一个意想不到的诊断结果。遇见，倾听当事者说。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我们今天在谈一个丈夫愿意把自己唯一的一只眼睛的角膜捐给自己妻子的故事。到场嘉宾、媒体人打测、情感问题专家百燕怡女士，欢迎两位。我旁边的是来自深圳的著名的眼科医生，也是这对夫妻的主治医生姚晓明博士，欢迎您。这个听上去是这么个情况哈，就是说这个女的一只眼睛以前就坏过，这次又复发了，复发了之后就开始发炎，就溃烂。就是人这俩眼睛是串着的，就是这东西要一边一直在发炎，就会串着另外一边也坏掉。就我就担心他如果是角膜穿孔的话呢，他就有可能引起这个交感性眼炎，就是有可能俩眼全看不见了。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他演成眼内炎以后呢，他因为我们都知道眼球跟这个大脑的距离是非常近的，那如果到了眼内炎、眶蜂窝质炎呢，有可能引起化脓性的脑膜炎，那是要命的事儿。哦，那不光是两只眼睛没了，人命都没了。对对对。所以，但是这个女的这个只眼睛要治的话，就必须得有新的角膜移植。但是我们国家由于没有那么多捐角膜的，所以你找不来给她移植的角膜。在这种情况，就是丈夫虽然受过伤，只剩下一只眼了，居然愿意把自己还好的那只眼角膜捐给自己的妻子。那自己就真的双目失明了。但这样情况下，我觉得太了不起。大夫会给做吗？在这种情况下，这我觉得这个最戏剧性的、最有意思的是，居然最后姚大夫没用丈夫的那只好眼睛，用了丈夫的那只已经坏了、反正没用的眼睛。但是您发现他那里边的角膜还能使。对对对。结果就这样把那个妻子给救了。不是，他来的时候就是我跟他检查，因为我们医生啊，就按照正常的程序，就是先检查右眼。好眼，然后再检查左眼和坏眼，也就是生病的眼。那我他那个他是右眼，他是一个好眼嘛，恰好是恰好是好眼。我就他右眼开始检查，检查的时候我说这个这个角膜还挺不错的啊。我说这个我就实际上是一个赞扬的话啊。另外我就把他这个裂隙灯，我这个检查的工具了，我就移到他的那个左眼。哦，他会以为是要把好的那个。哎，他就以为我是说的这个右眼好眼啊，因为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失明的这个眼的角膜有一部分还是挺好的，也就是符合这个移植要求。那我在移动过程当中，我说你这个角膜还不错，他就以为我是说的这个右眼了，他完全就不加思索的就说，哎，可以啊，我这就。你拿去给我老婆，就这样说。哎，我说，太感动了。我说你傻瓜，我说不是这个眼，我说是这个你的用你这没用的眼啊，不用你的好眼。哎，我当时很奇怪，就是他这个迅速的做出反应，比我反应还快。就说明他人家就是早就商量这事儿了，一直就打算这么干。您这么一说，他就觉得您要的就是他这只好眼，那我立刻就给。对对对。就谁能想到坏眼都失明了还能用呢？可能他也没有这种医疗常识，所以在您的这样的一个这话语一说，他就本能的想着，那就这好的就可以，所以就是我也想给一对好夫妻遇到了一个好大夫，最后是一个好结果。哎，那个假如说真的是他愿意把他的那好眼给他妻子，这手术人两口子乐意的话，您可以给做吗？这个不行，因为那个在这个移植的里边，就特别是用那个亲缘移植的话，他必须要满足这个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你不能以一个人的这种复明。就或者一个人的这个失明来换取另外一个人的复明，也就是造成了新的残疾了，那这个不行。即便我愿意，愿意也不行，愿意。但为什么我捐肾给我妈妈，或者捐一半根肝给我的妻子，这可以？您讲的这个很对，就是肾脏它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器官了，就是它如果救命的，哎，对，它治病。而且你捐出一部分肝或者捐出一个肾，这个人的生命不受影响。对，他的生命不影响，哎。但是如果我一个好眼睛挖掉一个，只剩一个眼睛，对我的这个生命质量会有非常大。
大的影响啊。对，那当然，显然是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眼睛是很容易受到外伤的嘛，嗯、特别是这个角膜，你看这最前面，对、嗯，它这个你不敢保证它捐出来以后，另外一个眼睛在未来的这个对，没错，生命终止之前你会不受伤？你万一再遇到这个受伤的情况，那你就。整个就失明了。那如果不移，假如说就我们打个比方，假如不移她丈夫的支角膜，我们有钱，我们就有的是钱，我们等供体，供体来了之后我们花钱。现在不是钱的事儿，现在是等不来。实际上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等了也不会给她，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她在住院之前，我们就有两个病人在那住院。嗯、那么按照这个排队的顺序，啊、医疗公平的原则。哪怕有一个人捐了角膜，那两只角膜不会先给他，哦、给那两个捐角膜的人。咱们医院没有。我这么跟你说吧，大策，深圳是全中国角膜移植捐献最多的城市，一年他们能拿到几十个角膜去救人，基本上是供不应求。上百个，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加起来，我估计一共一年也就几百个能使的。中国等着换角膜的病人400万，哎呦，您等去吧，排不上。是这样，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姚大夫也立了一个大功，他从他那个坏了的眼睛里发现了能用的部分，就避免了这个悲剧，没有造成角膜库的负担，对，啊，然后那个这对夫妻无奈之举，这是无奈之举啊，所以也真是您救了，如果真的有角膜的话，还成全了一段人间姻缘，就是你是我的眼，我的身体里有你的一部分。实际上不光是角膜的这个成全哈，因为他们两口子俩人眼睛都坏了，已经很久工作不了了，他们没有收入了，嗯，这个手术也得几万块钱呢，嗯，他们又帮着去联系了一些慈善机构，给捐了医药费。嗯，这帮大夫护士呢，看着两口子人又特好，他们都特感动，就拿着自己的饭卡呀什么的，天天给人家打饭，给人买水果之类的，嗯，就基本上全是这样，就是大家帮着忙。对，就把这事儿给成全下来了。要不是你们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对，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两口子，因为他们这个手术太特殊了，嗯，他们进手术室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子？哭天抹泪告别。有没有？哎，我觉得好像有点那种新婚夫妻马上要离别了那种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看那个小黄跟他那个爱人就是手牵着手进，就因为我们都轮子推着，他两个人要同时进去，两个手术台几乎是同时开始，就是你把这个角膜取下来以后就转移到他那个，要很快，就是间隔要很快，就是无缝隙连接的这样一个手术。嗯，那他们俩是同时推进去，那两位护士在后边推，他俩手就没松开过，嗯，结果到了这门窄的时候就没办法了，他就松开，就一个进去了。他们俩感情真的很甜蜜啊！就一直您观察，他们俩一直感觉就特好吗？啊，其实结婚才4年，半路夫妻。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半路夫妻，嗯，我以前以为就是老夫老妻啊，对对，老，他也不太老，嗯，就是结婚多年的原配，他们比原配看起来就一直看着很亲密。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推门进去吧，敲门就进去了。那如果你要是作秀的话，你可能还要赶快去摆拍一下摆姿势什么的。他们没有，就好像就挺恩爱的。我觉得是挺就感人的。我是这样觉得，就算是原配，就算是生活不是4年14年，就是40年，能说牺牲我一个好眼睛的角膜去换给他，我能说我能照顾他一辈子，他失明之后能照顾他，但是说牺牲我的光明给他。我都不用说牺牲眼角膜，这个女的前面的那个丈夫，那个是原配夫妻，这女的当年眼睛坏的那次，其实那时候还能治得好，人家丈夫扭头就跟她离婚走了，都没用说捐她眼角膜，拿点钱给治都不治。现在是等于是全保下了，嗯，这个男的坏眼睛无所谓了，好眼睛还在，那个女的眼睛也好了。对，他们这个善心实际上造成这样一个两个人都得益，一个呢，嗯，这个小黄呢，他这个就装了一个义眼，然后我们就赠送给他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义眼片，嗯，那么外观上某一看还是一样，他以后再找工作啊，嗯，也不会说受人白眼，或者他自己也建立起一种这种自强的信心，嗯，那么对他妻子来说呢，他虽然到现在呢他只是能够辨别光感，但是他的感染被控制了，他以后还有机会再植入人工角膜，就一直在发展，那就人工角膜就没有排斥反应啊等等这些并发症。时间很紧，我还是要快速的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因为我已经认识姚博士特别多年了，他是最早开始在深圳呼吁人们捐眼角膜，然后给大家做这个移植手术的人，嗯，确实救过很多人，但实际上呢他们特别不容易，是我们国家的传统习俗啊，他就不捐眼角膜，要留个全尸。就刚才我说的，一年全国可能有几百个人捐眼角膜，但是有几百万人等着用，所以永远等不来，就会出
这样的事儿。那我也听说，比方说在一些其他的国家，像斯里兰卡，很小的一个国家，全国人口1500万，但是人家国家就是就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死后捐眼角膜的习俗，所有死掉的人几乎眼角膜都拿出来给别人，他就导致不仅仅他自己国家生病的都能。这个都能够用，而且人家开始向别的国家赠送。我听姚博士说要送给我们国家每年1000个眼角膜，而且他不光送中国，据说全世界50多个国家都接受过他们的捐赠。那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向这个送光明斯里兰卡的逝者们致敬。对，所以我特别想说，就是死后捐献眼角膜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好，我们先聊到这儿，待会儿见。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看到这对夫妻，你会想到比如说不离不弃这样的词，然后呢，我也想到我周围也有这样的夫妻，特别好。那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事儿就不提了。那么夫妻相守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其实不是说只要我们俩联手就能战胜困难，其实很多时候那困难根本战胜不了。就是我认识的夫妻里也有这种，就是一个得了重病，第一真的就是没钱，是没钱的，你怎么着钱都不够那个病。然后呢，即使你有钱是治不了的，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呢，你就会看着，就是我能为我爱的人做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改变不了这个命运，陪着他，同喜同忧，永远分担痛苦，永远陪伴。我看见的就是这样。而且非常奇怪的是，我发现当他这么陪伴的时候吧，好像一些事情就会发生变化，一些原来解决不了的事儿吧，也不是怎么慢慢的就溜开了心门。就像这对夫妻这事儿，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说有什么魔法或者上天多眷顾相爱的人，不是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奇迹。因为本来已经走到一个死胡同了，如果这夫妻两个人就是很闭塞，然后很自怨自怜的那种，就把自个儿关起来了，自闭了。那这个时候外界既不知道他们的状态，他们也不能够很好的及时的知道跟他们有关的这个外界的最新的信息。所以即便是他们想找什么东新的技术或者帮助到他们，或者别人想帮助到他，都是不可能，因为他们把自己就已经给封起来了。但如果两个人很相爱，并且很开朗、很乐观，这个时候他们走到外面去，别人会为他们的爱情而感动，然后会去给他们主动的去寻找一些能够帮助他们的有效信息的这种源头，然后就有可能招来这些能够给他们解决问题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他们的路越走越宽。对，因为很多人对于这种不离不弃的事情，还是愿意尽自己一份力的。对，他哪怕他稍微难一点。其实人们都特别希望能够发现人间的真善美和这种相守一辈子、相濡以沫的夫妻。就在今年呢，这个成都江北区的广电局和这个宁波大学的学生们呢，搞了一个公益活动，就是给宁波一些偏远村子的这个金婚的夫妻拍摄夫妻这个金婚照片。很多老人家一辈子没拍过那么大的一个16寸的照片，所以非常的欣喜。当把1000对照片洗出来之后呢，大家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这1000对老夫妻里边或多或少都有点夫妻相，最像的简直就是一个人穿着情侣装，那就跟双胞胎、龙凤胎一模一样。后来说，从这个简单的像的背后呢，会透露出很多让大家非常唏嘘的感动的故事。比如一对老夫妻，这个老公105，老太太104岁，相守83年，是相树魂，那都不是金魂了。老爷子呢是耳朵不好，老太太是眼睛不好，老太太特别爱看电视剧，老头就看着屏幕给他讲电视上在发生什么。然后呢，老头爱看球，但是又听不见解说，老太太就把声音调到最大，帮他复述那个解说。虽然播的是中国足球，他不愿意看，看了一辈子，但是就这样，你是我的耳朵，我是你的眼睛。所以很多拍摄的年轻的大学生们，虽然今天在网上看着一对又一对夫妻分手了、离婚了，但是看着这1000对老夫妻平平淡淡之后，他们说我们又相信爱情了。嗯，真正的爱情。